好，大家早晨 ，online 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嚟到歷代志上嘅第十一章。我哋先將佢分段啦，一到三節係一段啦，然後四到九係一段啦，十到十九係一段啦，然後二十到最後。呢一章嘅聖經咧係記載大衛嘅早年嘅事蹟啦。包括他的勇士，他怎樣去得著這個耶路撒冷，這個對於以色列的歷史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章。我們昨天在那一章的時候，我們讀到就是掃羅的死，非利士人大大的得勝，非利士人甚至羞辱掃羅，將他的軍裝拿去他們的神廟裡面，將他的頭釘在這個大菌廟裡面。但是呢，卻是奇兵突出，一隊的人就將掃羅的屍首收回來安葬。非利士人好像得勝一樣，但是神的國是否就是這樣就喪了在這個非利士人的手中呢？但又不是的，是吧？雖然非利士人好像得勝一樣，但是掃羅之後緊接著聖經所記載的不是非利士人的勝利，反而是大衛的興起。這個大衛的興起帶來以色列一個最輝煌的時代。這個輝煌的時代是怎樣開始的呢？其實就是這一章聖經所記載。在這個歷代志上記載這一段的歷史，當然就是鼓勵這些被掳在外邦的以色列人，他們的民族，他們的歷史，曾經被這些的外族，曾經被這個非利士人這樣直頭好像滅了國一樣。但是呢，這個滅國不是一個的終，即不是一個終點來的，不是一個句號，反而是一個逗號。而且這個逗號之後呢，更強大的以色列國呢，竟然就拔地而起。所以如果在秘掳當中的百姓看到這一段的歷史的時候呢，心裡面呢都會被激勵，都會被鼓勵。雖然我們現在秘掳，雖然現在我們的敵人好像很強大，其實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的，非利士人都很強大，非利士人都勝過了掃羅，甚至殺了掃羅，將掃羅的屍首都這樣去在他們的神廟裡面展示。但是怎樣呢？但是更強大的以色列，他是在廢墟當中拔地而起。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很大的強心針。當然這一章的聖經不單止就是要鼓勵他們，這一章聖經更加就要將這個大衛王朝為何可以興起的真正的原因展示出來。當然這個展示出來也是鼓勵以色列人，今天如果我們有相同的特質，今日我哋如果我哋做相同嘅事情嘅時候咧，相信這個嘅以色列咧必定可以咧再一次嘅拔地而起。這個就係呢一章聖經嗰個目的啊。我哋今日咧用呢個角度咧嚟睇呢一章嘅聖經，當然這個角度咧亦都會幫助我哋今日我哋嘅信仰嘅生命又係點嘅咧。今日我哋有冇呢啲嘅生命嘅特質喺我哋嘅裏邊咧？如果今日我哋能夠喺我哋嘅職場、喺我哋嘅家庭裏邊、喺我哋嘅家族、我哋所在嘅地方活出呢一啲咁樣嘅特質嘅時候咧，神嘅國照樣會喺我哋所在的地方拔地而起，無論看落是幾咁冇可能，甚至無論看落敵人幾咁強大，我哋輸得幾咁凄慘都好，但是原來可以反敗為勝，原來神的國可以咁樣拔地而起咁。但是問題就是我哋有冇呢啲特質在我哋嘅裏邊咧？呢啲嘅特質唔係淨係包括大衛，仲有大衛身邊嘅人啊。呢啲嘅特質今日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有幾多分咧？其實原來我們有多少分這些特質，神的國就有多大，神的國就有多堅固，一切都是看這些器皿是否就位。所以今天這一章的聖經其實是一個器皿的名單來的，這些全部都是神國的器皿。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一章聖經，我們先看第一大段一到三節。以色列眾人聚集到希伯倫見大衛說，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民以色列，我作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藉着撒母耳所说的话。以色列人众人呢就聚集到希伯伦来到去见大卫，因为这个时候呢扫罗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他们来到希伯伦，这个时候的大卫呢就在希伯伦。他说，你原是我们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都曾经应许你说，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的开场白。他们来见大卫，其实一个目的就是高立大卫作他们的王。这个大卫一生里面其实他是经历了三次的高立。第一次撒母耳自己一个人拎着一个号角装着油就去高大卫宣告耶和华拣选他成为以色列的君。这个也是这一段的圣经开场白的时候，这一班的以色列的 众人所讲的说话。其实以色列的众人都知道神拣选大卫，神高立大卫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当然之前因为扫罗仲在这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这样 的局势，就是扫罗在王位上不断追赶大卫，因为扫罗都知道继任他王位的就是大卫，所以一山不能藏二虎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好了，但是现在扫罗不在这里，所以以色列众人来了。大卫三次的高立，第一次就是撒母耳，第二次其实就是他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当时只有这个犹大支派和其他不是很多，即不是所有十二支派都拥立他在希伯伦这个地方来作王，所以那个第二次的高立是部分 的支派拥戴他。第三次 的受高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共同一起邀请他坐上这个的王位，成就一个统一的王朝，十二支派全部归心。今次这里所记载的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来见大卫，其实就是讲他第三次的受高。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要高他成为遍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共同的王，所以他们大卫就在希伯伦跟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即是所有十二支派的王。但是他特别指出了两个的特点。第一，大卫的作王是神的应许，这个也是他们来见大卫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其实神拣选了大卫，所以他们表示要来效忠大卫，实现神的应许。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其实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如果按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大卫这样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何年哪月可以作王，是吧？但是这个手笔又出于神，神的，即你搞个双胞胎出来做什么？是不是？有时候经常都说，神为什么你不等这个扫罗死了才去高大卫？是不是？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你又要扫罗再生的时候，在位的时候，你就去高大卫，搞了个双胞胎出来，所以才有这个两代君王在互相角逐 的情况出现。那你说神可不可以迟些去高大卫的呢？我们 的凡夫俗子都可以想到 的这样的事情的话，神没理由考虑不到的。但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但是又很特别的，如果没有扫罗对大卫的千里追杀，其实大卫也不是这样的大卫。所以呢，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段的追杀的历史，投奔这个的亚杜兰洞装疯扮傻，即是大卫什么都做过了。但是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卫学了他一生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什么事都投靠神。他看见神是他唯一的保障，是他的磐石，是他的盾牌，是他随时的帮助。这一段大卫和神这么深刻的这个关系，甚至连命都可以交给神，其实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培养出来的。当他有这一份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才迎来今日
他人生裏面的第三次的受膏，真正成為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不看見，原來成王的條件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跟神的關係。掃羅失卻王位是因為他跟神的關係疏離了，他看百姓比神更重要，他看他的王位比他的命比神更重要，所以掃羅失敗。大衛興起，因為他看重神的說話比他的命更重要，他看重神比任何東西都更多，這個大衛的早期。所以你看到大衛興起，但是這個大衛的興起和神的國的關係又是什麼呢？我們今天讀的這個十一章裡面其實 是名單來的，但這個名單先從大衛的故事開始，有大衛再有後面的這個名單的話，神的國就出現了。所以神的國出現的時候，我們也今天用一個角度看，這些勇士的特質是什麼。所以這些勇士特質第一個所記的其實就是大衛。大衛呢，我們在舊約裏面其他 的部分呢，我們都會讀到的，其實大衛都被稱為勇士，是吧？後來亞沙龍叛變的時候，這個亞沙龍的謀士都跟他說，你爸爸是一個勇士，善於打仗，善於爭戰。所以原來神國的勇士裏面呢，第一名其實是大衛。所以呢，這個的名單呢，從大衛開始記，後面的都被稱為大衛的勇士。而大衛生命裏面呢，最大 的特質就是他跟神的這一份的關係。從他千里躲避追殺，從亞杜蘭洞等等的時候開始的，這個呢絕對依靠神，知道神是他唯一 的依靠，忠思神的說話，甚至呢過於自己的性命，這個第一個生命的要領。當有個這樣的器皿出現的時候，國就被建立起來。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要想看見神的國在這個地上拔地而起的時候，我們先要問的就是，跟神有這樣好像大衛一樣那麼親密關係的器皿在哪裡呢？這樣的人在哪裡呢？這個人出現了，他受膏了，這個的國呢就自然產生。所以呢，第一個重點呢，就是這個的大衛的興起呢是神那個的應許。第二個重點他就講到呢，這些的以色列的眾人來去高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華藉著撒母耳所說的話。所以呢，這個是神那個的吩咐，神的應許，神的吩咐必定成就。這兩個條件在這裡的時候，大衛就坐上了這個以色列的寶座，展開這個王國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就開始了。這個新時代開始之後，歷代志上十一章選擇就記載大衛怎樣去得著這個耶路撒冷。我們先來看四到這個九節。大衛和以色列眾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時耶布斯人住在那裡。耶布斯人對大衛說，你決不能進這地方，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大衛說，誰先攻打耶布斯，必作首領元帥。洗勒華的兒子約押先上去，就作了元帥。大衛住在保障裡，所以那保障叫做大衛城。大衛又從米羅起四圍建築城牆，其餘的是約押修理。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大衛的登基的這件事記載完了，他受膏了，成為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歷代志上就選擇馬上跟住下來記載的，就是記載大衛怎樣去得著這個耶路撒冷。當時耶路撒冷其實仍然叫做耶布斯，耶布斯人住在那裡。耶布斯所建的這個耶路撒冷城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城呢，是號稱就是堅不可破，就是你要攻入這座城呢是非常之困難，因為地勢的問題，它建在山上，城牆又堅固又厚，所以天時地利人和，守城的人在上面居高而下去攻，這樣去守的話，其實要攻上去是很難的。當時這個大衛想攻取這個耶布斯這座城的時候，耶布斯人就跟大衛說了一句話，
啊，這句說話是什麼呢？就是後來以色列人都流傳的，就是大衛痛恨這個跛腳的這樣。啊，什麼意思呢？是因為這個耶布斯人就跟大衛說，他說我們這座城，我找跛的來守城，你都攻不入。所以呢其實是羞辱這個大衛，看不起他。啊，但是呢結果呢，這座城呢卻是被大衛攻了下來。就是他的元帥洗魯亞的兒子約押最先登城。咁呢座城係點樣攻取嘅咧？其實係因為其實係神出手啊，因為佢哋就揾咗捉咗個俘虜，個俘虜就提供咗有利嘅線索，就係咧從呢個引水道咧進入去咧嘅攻取咗呢座城啊，呢一座即係被稱為咧嚇，即係絕對難攻嘅城咧，竟然就俾大衛咧打咗落嚟啊，攻咗落嚟之不特止嚇，而且咧就將呢座城咧改名就做大衛嘅大衛城啊。今天我們去以色列呢，這個大衛城的位置呢仍然在這裡，就在舊城下面而已。這樣，聖經很妙的，十一章將這個大衛拿到耶路撒冷這一段，緊接著呢，前面他的登基來描寫，究竟那個意義在哪裡呢？其實耶路撒冷城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本來它叫做耶布斯的時候呢，是被稱為難以攻打或者是不可能攻打的城。但是呢你發現呢，咦，這座城竟然就被大衛和他的勇士呢很順利地就拿了下來，而且就成為了大衛的保障，成為了大衛城。也就是說呢，原來當我們有大衛和神這樣的關係，當我們決心為神和與神同行的時候，因為你看到見後面呢第九節就是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大衛日漸強盛的原因是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當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的時候，世上就沒有我們不能攻下的城池。所以耶路撒冷順利落到在大衛的手上。今天我們的人生裡面，我們的耶布斯城在哪裡呢？什麼是我們人生裡面我們最難去突破、最難去攻克的地方呢？如果萬軍的耶和華與你同在，在你的人生、在你的生命裏面，就沒有攻不下的城池，沒有一個的堅固營壘是你沒有辦法為神去奪取的，耶路撒冷都不例外。甚至因為這樣的大衛拿了耶路撒冷，所以呢耶路撒冷直到今日都成為以色列的核心之地。其實亦都係因為大衛攞咗呢個地方，後來先至可以喺耶路撒冷啊，所羅門為神建殿啊，所以成件事情咧係咁樣扣埋一齊。咁但係呢個咁難攻取嘅城，之所以可以攞到，就係因為耶和華與呢一個嘅大衛同在。所以睇落係好艱難，冇可能。但係只要神與我哋同在，就冇嘢做唔到。咁當然呢一個嘅信息對呢個當時被掳嘅百姓，亦都係一個極大嘅鼓舞啊！我哋翻去重建呢個地方，困難幾咁大都好啊，好似前面我哋要面對嘅城牆幾咁高啊，好似全世界都話俾你聽，你打唔到落嚟噶啦啊！甚至你嘅對手都笑你，我揾啲跛嘅嚟守城，你都入唔到嚟啊！你都冇辦法可以贏得到啊！咁但係咧，呢座城咧卻係落喺大衛嘅手中。今日我哋有冇咁樣嘅信心咧？今日我哋有冇？這一份的耶和華與你同在與你同行呢？好，我們看下一段，第十節到第十九節。以下記錄跟隨大衛勇士的首領，又是奮勇幫助他得國，照著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的話，與以色列人一同立他為王的大衛勇士的數目記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兒子雅索班，他是軍長的統領，一時舉槍殺了300人。其次是阿合人朵多的兒子以利亞撒，他是三個勇士裡的一個。他從前與大衛在巴斯特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裡有一塊長滿大麥的田，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這勇士便站在那田擊殺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30個勇士中的三個人下到磐石那裡，進了亞杜蘭洞見大衛。非利士人的軍隊在利弗陰谷安營，那時大衛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營在伯利恆。大衛喝想說，
甚願有人將百里行城門旁井裡的水打來給我喝。這三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百里行城門旁的井裡打水，拿來奉給大衛，他卻不肯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說：我的神啊，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我斷不敢喝。如此大衛不肯喝，這是三個勇士所做的事。第十節開始，他說以下記錄跟隨大衛勇士的首領，就是奮勇幫助他得國，照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的話，與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這一章聖經的目的，就是要記載大衛的國的展開。當然大衛因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所以大衛的國其實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國。神的國這樣去展開的時候，先記載大衛的興起，然後因為神與他同在，沒有他攻不下的城池，然後就記載跟隨大衛的勇士的這個名單。所以原來神的國要建立，除了有大衛，除了有神的同在之外，還需要很多的器皿的興起。這些器皿就是從這裡第十節開始記載，他從大到小一路這樣下去。大衛的身邊有常年都會常設起碼三十個勇士，這三十個勇士就在大衛身邊。這三十個勇士有一個特色，就是如果有一個不在到了，就找下一個就上來補上來，即是常常保持三十個這個的數。然後他就記載這些的勇士是奮勇的，是幫助他得國的。這個奮勇除了指導他們那個的武力值，那個的勇力之外，其實也是代表他們那個的忠心，他們是誓死效忠大衛，幫助他得國的。所以他們其實誓死效忠大衛所代表的也是效忠神的國，效忠於神。所以這些是神國的將領。今天以色列人他們的國家能夠這樣平地而起的時候，所靠的其實就是這些的神國的勇士。今天我們都要問我們自己，我們是不是神國裡面的勇士呢？那我們來看看這些勇士究竟是怎樣的人。其實是很熱血的。第一個記在下面的就是這個哈格摩尼的兒子亞索班。他是軍長的統領，他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他是軍長的統領，即是說他下面的全部都是軍長，即是他是軍長中的軍長，軍長裡面的統領，他是那個訓練領袖的領袖，所以他是在大衛的勇士榜裡面排第一 最厲害的那個，個人的武力值都非常厲害。這裡他說一時舉槍就殺了三百人，但是如果我們將這個名單對比撒母耳記下這個23章，因為那裡都提到大衛的這個的勇士的名單的時候，其實這個排第一的勇士撒母耳記下那裡記載的，他一時舉槍擊殺八百人，這裡就記載三百人。究竟是三百還是八百呢？有些解經家就說，因為希伯來文即這個三百和八百是很近似的，可能一時即抄錯了這樣。但我不會這樣看，因為抄寫聖經的人是非常嚴謹的，還有就是我們相信聖經都是神所默示。但是為什麼一個三百一個八百，那誰才是真呢？其實三百和八百不是重點，重點他是軍長的統領，重點是他是帶領領袖的領袖，他所建立出來的全部都是軍長，這個就是他的特點。三百和八百這個數字未必是同一指跟同一場戰爭，可能他有一次是擊殺八百人，有一次擊殺三百人，所以一邊記載了那個事件，這邊記載了這個事件，一點都不出奇。所以我不會從這個聖經抄寫有誤這個角度來去看，這個也是我們的信心，我們相信聖經，就算是錯都有神的心意在當中。所以那個重點就是這個的勇士的第一位呢，他就是這個的亞索班，他是軍長的統領。亞索班這個名字 在這個的撒母耳記那裡記載的時候，他另外一個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就是亞底諾，即是我的英文名字就在這裡來的。所以呢跟住咧，佢就記載，佢話大衛嘅勇士咧記在下邊啊。其次咧就係呢個嘅亞哈人朵多兒子以利亞撒。
呢、这個所以咧啊呢一個嘅啊呢一個嘅亞索班啦，啊跟住咧二號咧就係以利亞撒啦，啊其實仲有第三個喺呢一章聖經裏邊咧冇提到佢嘅名，但係我哋喺撒母耳記咧就見到咧第三個勇士咧就係撒瑪。啊！呢三個人咧就係大衛勇士榜裏邊咧最尊貴頭嗰三個，所以佢哋三個咧組成咗第一組嘅三勇士。啊！呢、这個第一組嘅三勇士咧，佢哋嘅當班亦都好得意嘅，即係誒呢一個嘅誒亞索班咧，佢係每年嘅一月咧啊當班嘅。啊，然後咧誒以利亞撒咧係每年嘅二月當班嘅。啊，跟住撒瑪咧係每年嘅三月，佢哋一路咁排落去啊。咁啊誒，所以咧誒第四號勇士咧就四月當班啊。佢哋就係咁樣輪流啊，咁樣嚟到去帶領佢哋嘅軍隊啊。呢、这、一個就係佢哋嘅三勇士啦。啊，跟住佢嘅記載咧，下邊一啲嘅事蹟啦，啊，包括呢個嘅以利亞撒啊，佢曾經咧守護咗嗰塊嘅田，眾民喺非利士人面前咧逃跑嘅本來，但係咧啊以利亞撒咧就企喺個田嗰度擊殺非利士人，救咗嗰個田啊！以色列耶和華咧就使以色列人咧大獲全勝，所以你見到即係呢啲嘅勇士咧都係以一敵百啊，甚至係即係毫無懼色嘅啊啊咁啊嗯。呢啲神國嘅將領嘅特色喺邊度咧？咁啊，以利亞撒嘅特色咧就係、是、記載咗呢一件事，就係咧佢守護呢一個嘅啊呢一個田啊呢、这個嘅田對以色列人對今日嚟講啊，其實就係莊稼。所以咧呢、这個勇士嘅心係一個守護莊稼嘅心。咁當然我哋今日喺新約嘅時代，这个、庄稼是什么呢個莊稼係啲咩咧？咁啊，其實呢個莊稼就係咧我哋為福音啊所結嘅呢啲嘅果子。所以你看到神國的勇士對莊稼是有負擔，對靈魂是有負擔，對這些的修成是有負擔。如果我們今天對靈魂有負擔的話，神的國可以起來了。但如果我們今天對靈魂沒有這個，對這個莊稼沒有這個負擔，不去守住這些莊稼的時候，神的國又怎麼起來呢？所以你看到這個勇士榜裡面，第一，帶起領袖的人，他是軍長的統領，他排第一。今天我們是否用我們的生命去建造我們的門徒呢？我們有沒有用生命影響生命呢？如果我們沒有了這個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時候，神的國怎麼拓展呢？神的國不會這樣拔地而起。第二，我們對這個莊稼有沒有負擔呢？所以第一個原來是一個就是訓練門徒，是一個牧養的生命。第二個就是一個對莊稼有負擔的一個的生命。這些的特質其實就是神國勇士的特質，讓神的國可以起來。然後呢，他再記載一個事件，他說三十個勇士裏面的三個勇士，所指的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三個人，是大衛的第一組的勇士，就是這個的亞索班，這個的以利亞撒，和撒瑪。撒瑪的名字在這裡沒有記載，我們在這個的撒母耳記下就見到了。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大衛在這個亞多蘭洞裏面，他們進去見大衛。大衛就見到菲利士的軍隊在利法陰谷安營，而且菲利士的人就在希伯在這個的對不起，在這個的伯利恆設立了他們的營盤。所謂的營盤就是他們的軍營，就在這個伯利恆。在這個時候，大衛突然說了一句說話，甚願呢有人將這個的伯利恆城門旁邊的井裏面的水打來給我喝。我們看這一段的記載就會覺得，這個大衛有沒有搞錯，就是提這樣的要求，想拿人命嗎？但我們要明白當時的情況，大衛是屬於猶大支派的人，伯利恆其實 是在他很熟悉的地方，他就是伯利恆人來的其實。所以呢，但是伯利恆今天竟然落到菲利士人的手中，所以呢，即以色列人竟然沒有辦法去自由地進入去伯利恆，在一個城門的旁邊的井那裡來到去攞水。所以其實大衛不是只是口渴那麼簡單，其實大衛心裡面 是覺得，為什麼我們的地方會落在別人的地方？以前我們可以自由在那裡取水，今天我們不行，甚願呢，即這些日子恢復，甚願有人可以將那些水攞來給我，即變成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的歡然的在這個泉源裡面來到去取水。這個地方是屬於神的，伯利恆之井裡面的水是神的，
是屬神的，是屬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應該可以在那裡歡然取水。這個就是他那個的，即是一時感觸地說了這句話。但是這三個勇士竟然聽了這番話之後，殺入去敵人那個的軍營裡面，將水拿回來給大衛喝。當然這三個勇士又不是傻子，這三個勇士其實他們感受到大衛的感受，是的，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嘛，為什麼因為有敵人在這裡，我們就拿不到這些水來喝呢？所以他們其實大家都是看準這件事，就是大家都是覺得神的國不應該是這樣，所以這三個勇士竟然呢就三槍，我本來想說單槍匹馬，但他又不是單，所以就三個人就去到那裡，就是將水呢拿回來給大衛，大衛都不敢喝，大衛說這些水跟他們的血一樣珍貴。但你也看到這三個勇士就是為神的國可以擺上自己的生命，這個就是神國的勇士 的第三個的特質，就是為神的國擺上我們的一份，擺上我們的生命。你想想有這樣的特質，大衛王朝想不興盛都難，是吧？所以你看到大衛王朝和掃羅王朝那個的分別，在掃羅王朝裡面沒有記載這樣的勇士，但是在大衛的王朝裡面，這些的勇士起來了，這些的器皿出現了，他們的心所掛念的，他們的生命所掛念的，其實就是為神的國來去擺上。所以呢，在這個的掃羅一個這麼大的戰敗之下，非利士人趾高氣昂，甚至佔領了以色列這麼多的地方的時候，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的大衛的王朝，神的國就拔地而起，先是取得耶路撒冷，跟住咧，呢啲嘅勇士咧，南征北討咁樣咧，建立咗嗰個統一嘅王國，甚至咧版圖不斷嘅擴張。冇大衛，亦都冇後來所羅門嗰個嘅盛世。其實最呢個開創者咧，其實就係大衛。咁呢啲嘅勇士嘅心咧，就係嗰個成功嘅關鍵。好，我哋再睇二十節到最後呢一大段啦。佢話：約押的兄弟亞比西是這三個勇士的首領，他舉槍擊殺了300人，就在三個勇士裏得了名。他在這三個勇士裏是最尊貴的，所以作他們的首領，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所以你發現呢度因為他又提到這三個勇士的首領，我們就很容易將他撈亂。但其實我們看清楚，二十節這裡所說的三個勇士呢，後面有一句在21節，他說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所以你知道原來這裡所說的三個勇士是第二組的三個勇士，總共有30個。剛才前面說的前三個勇士就是去拿水的那三個，包括這個亞索班、以利亞撒、沙馬這三個，接著還有第二組三勇士的首領，就是這個亞比西，他就是這個第二組三勇士裡面那個最尊貴的那一個，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所以第一組三勇士是最厲害的，第二組就緊貼其後，就是這三個勇士了。跟著名單繼續下去，不是停在這裡。22節，他說有這個甲士的勇士耶和耶大的兒子比拿雅，行過大能的事，殺了摩亞人阿利伊勒的兩個兒子，又在下雪的時候下坑去殺了一個獅子，又殺了一個埃及人，埃及人身高五爪，手裡拿著槍，槍杆粗如織布的機軸，比拿雅只拿著棍子下去，從埃及人手裡奪過槍來，用那槍將他刺死，這是耶和耶大的兒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個勇士裡得了名，他比那30個勇士都尊貴，只是不及前三個勇士，大衛立他作護衛長。咁喺呢個嘅勇士名單裏邊咧，一路記載落去咧，仲有呢一個嘅甲士嘅勇士耶和耶大嘅兒子比拿亞。呢個耶和耶大嘅兒子比拿亞，耶和耶大係咩人嚟嘅咧？咁其實耶和耶大自己係祭司嚟嘅，所以呢個比拿亞咧，佢係祭司之子。祭司之子的特色是什麼呢？他是利未支派的，而且是祭司的兒子，祭司其實是傳遞這個律法、傳遞神的話的人，所以作為祭司的兒子，從小一定是熟讀律法的，即爸爸應該過了不少料給他了，所以這個比拿亞他最大的特別是什麼呢？裡面有神的話語，
但係咧外邊咧佢係有呢一個嘅勇士嘅勇力，係勇力非凡。啊，所以咧，哎，呢個係一個二合一嘅器皿嚟嘅喎。啊，既係祭司嘅材料。啊，因為其實佢爸爸係祭司，啊，佢亦都有資格接續祭司。佢既係祭司，亦係勇士。啊，裏邊充滿咗神嘅話語，但係外邊咧亦充滿咧大能。而且佢即係佢記載佢嘅事蹟裏邊咧，呢一段嘅記載咧，比啊《撒母耳記》嗰度嘅記載咧更加詳細。啊，特別咧提到咧，佢除咗即係自身嘅武力過人啦，獅子都唔係佢嘅對手啦。啊，跟住咧又殺過一個埃及人，這個埃及人巨人嚟嘅喎，佢手裏攞住槍，啊，這個槍杆咧粗到好似積布嘅機軸一樣，啊，呢啲嘅形容咧係同等於咧形容當年哥利亞，啊，所以咧呢一個嘅巨人咧，哥利亞咁樣嘅身形，啊，但係呢一個嘅比拿亞咧，啊，手裏邊咧只係攞住支棍咧就落去咧就對呢一個嘅埃及人，甚至咧。搶過這個巨人的槍呢就將他刺死，又曾經下坑，去殺這個獅子。所以你看到這個比拿亞，他是一個無畏無懼的人，即是他什麼都不怕，巨人他又不怕，獅子他又不怕，自己得支棍都不夠的武器，人家拿著這麼厲害的槍，你都夠膽跟他單對單，甚至可以勝過他。所以這個是一個無畏的器皿，無懼的器皿，但是他也是因為心裡面充滿著神的話，祭司的兒子。今天我們都要問我們自己，今天究竟我們是戰勝恐懼的，還是恐懼戰勝我們呢？今天我們有沒有因為我們裡面裝載了神的說話，所以讓我們一無所懼呢？其實這個是一個信心的器皿，所以你看到大衛的勇士榜裡面有這些的特質在裡面，當這些人興起的時候，大衛的王朝就確立，大衛就將他立為這個大衛的護衛長，然後我們看廿六節下去，軍中的勇士有約押的兄弟亞撒克、巴利恆人多多的兒子以勒哈蘭、哈倫人沙馬、比倫的兒子、希利斯、提哥亞人、益吉的兒子以拉、阿拿特人阿比爾謝、烏沙人、西比該、阿哈人以來、利陀法人馬哈來、利陀法人巴拿的兒子希臘、便雅敏族基比亞人、伊利的兒子以太、比拉頓人、比拿雅、加實溪人烏來、阿拉巴人阿比、比路米人、亞斯馬弗、沙本人以利亞哈巴、基孫人、森哈的眾子、哈拉人沙基的兒子、約拿丹、哈拉人沙甲的兒子阿希暗、吾爾人以利法勒、米基拉人、希弗、比倫人阿希雅、加密人、希斯羅、伊斯拜的兒子拿來、拿丹的兄弟約爾、哈基利的兒子尼伯哈、亞門人洗格、比錄人、拿哈來、拿哈來是給洗魯亞的兒子約押拿兵器的、以帖人、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納、客人烏利亞、亞來的兒子撒拔、裏面人示撒的兒子亞蒂拿、他是裏面支派中的一個族長，率領三十人。馬加的兒子哈蘭、利特尼人約沙法、亞斯他拉人烏西亞、亞羅爾人何但的兒子沙馬、耶利、提洗人、新利的兒子、耶碟和他的兄弟、約哈、馬哈美人以利葉、伊利拿安的兒子耶利拜、約沙末雅、摩亞人、伊特馬、以利葉、俄庇德並米索伯人、雅西葉。你到這張名單的時候，雖然它很甩咳，但你看見一件事，就是這張名單裡面比這個撒母耳記的時候更多的人名出現。
遠遠不止30個可能。但是呢，在這個名單裏面，你發現那個重點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裏面什麼人都有的，有大能的勇士，勇力過人的，亦都有呢只是呢 為人拿兵器的，譬如這個拿哈萊是為這個洗魯亞的兒子讓亞拿兵器的，又在這裡出現。還有是不是全部都是以色列人來的呢？又不是的，譬如這個摩亞人，這個伊特瑪，這個46節裡面有外邦人，有以色列人，有大能的人，有普通的人，有大能的勇士，有拿兵器的人，但是無論什麼人都好，都在這個名單裡面，甚至連外邦人都有，所以你看到，但是他們全部都被歸入大衛的勇士榜裡面，是大衛的勇士，也是神國的勇士。所以這一章聖經都提醒要重新回去建造重建這個耶路撒冷的百姓，無論你是什麼人，只要你向神有心，你就是神國的勇士。無論你的勇力夠與不夠，只要你向神有心，你都是神國的勇士，可以起來建造神的國，並且在永恆裡面留名，神紀念你。今日都是一樣，今日神是即是我們有沒有為神擺上的這個心在我們裡面呢？無論我們是什麼人，無論我們能力高與低，只要我們一心向著神的時候，你我都是神國的勇士，是神所揀選的器皿，神的國就在我們的手上。只要我們願意與神同行，我們就可以看見神的國輝煌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都有這種勇氣，有這個勇士生命的特質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Amen。相信的人，安慰被爱。
Sure.
主，我哋多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系拣选我哋嘅神，主啊，你认识我哋每一个，并且其实你嘅心意咧系要兴起我哋每一个，纵然咧可能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我哋会经历咧大大小小嘅困难。大神啊，你话咧，你系仍然爱我哋，你系仍然咧好想咧扶持我哋，并且见到我哋兴起嘅嗰位嘅神。主啊，我哋咧感谢赞美你，因为我知道咧你嘅心意咧就系要我哋每一个都成为你神迹嘅器皿。你嘅心意就系要兴起我哋每一个都要咧为你嘅神嘅国度嚟服用，好唔好咧？我哋咧就先嚟开声嚟感谢我哋嘅神，赞美我哋嘅神。因为其实神可以不需要我们每一个去帮忙，但是神很想我们跟祂同工，是要去经历跟神同工那份的甘甜，那份的美好，是要在过程里面是造就我们，兴起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为着我们有这位这么好的神，拣选我们的神，我们来到开声赞美祂。主咧，我哋多谢赞美你。当今我哋睇历代志上十一章嘅时候，一个一个嘅名字被记录，我哋知道咧，其实我哋嘅名字都喺你嘅心上。主啊，愿你就嚟到去帮助我哋，再用你嘅话语嚟提醒我哋，兴起我哋，让我哋都能够成为你合用嘅器皿，让我哋喺你嘅国度嘅里边都有一份。愿你今日就嚟调教我哋，提升我哋，帮助我哋，让我哋咧真系进到你嘅心意嘅里边。多谢赞美主，听我哋嘅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日咧系我哋睇到咧，大卫咧就系被拥戴啦，被以色列民咧就众民咧嚟到同佢讲，你就要成为我哋以色列嘅王啊！原来咧喺当中咧，神咧就系咁样去拣选大卫。今日神都系拣选我哋，但系同样我哋睇到大卫嘅有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特质，就系佢咧成为咗神预备嘅器皿，佢先。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一刻我都邀请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位置，你可以坐下。我想你默想一下，你最近跟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你渴不渴慕好像大卫一样，跟神常常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大卫一个常常进入内室的里面，常常任何事情都来到去祷告呼求神，他也都很愿意将他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倾倒给神。我们说他很真情流露，他常常在神的面前他就是这样倾心吐意。好不好？这一刻我们都来到安静，我们去默想一下，这一刻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你就正正遇上很多的艰难，以致你就是这样不想来到跟神去接触，不想跟人有一个关系，很想收埋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偏偏是相反，当他在最艰难最无助、最乏力的时候，他就是选择依靠神，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将自己里面的一切的忧郁，将他里面一切的不好的情绪都来到倾倒在神的面前。好不好？这一刻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默想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会不会有些事让到我们不能够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一个的关系？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工作，又或者一个可能是你一些的压力，让到你很想逃避，不想去面对，所以你都不想来到面见神。这一刻我们都来到去反思我们的生命，究竟有些什么
拦阻住我哋同神有一个更亲密嘅关系？会唔会系我哋嘅手机？又或者会唔会系我哋嘅自我？我哋乜都搞得掂噶啦，我哋靠自己都可以啦，唔需要嚟到神嘅面前倾心吐意。求神嚟到光照我哋，帮助我哋，叫我哋真系知道我哋里面仲争紧啲乜嘢。若果你都好渴慕，好似大卫咁样，能够同神常常都互通。如果你好渴慕，好似大卫咁样，神咧常常咧都与佢同在。呢一刻，我哋就将呢啲嘅拦阻交托喺神嘅手里面，求神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可以同神有更好、更甜蜜嘅关系。天父爸爸，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嚟到去话俾你知，我哋真系唔识得点样同你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好多时我哋因为工作忙碌，好多时因为我哋忙住去睇我哋嘅手机，以致我哋冇时间分配出嚟去祷告。或者是去读你的话语。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很想来到去接近我们，你常常就在我们的心门里面等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拨出我们的时间。你很想来到呢，与我们来到去面对面倾心吐意，但我们却是被世上面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捉住了。我们可能有人望住是家务，有人望住照顾孩子，也都有人望住我们是自己享乐，以致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你的身上。天父爸爸，我求你来到赦免我们，我也愿意今天就来到去立志，我们要来到在你的里面享受你的同在，享受和你那份面对面那份的亲密的接触。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好像大卫一样，常常进入内室的里面，来到向你倾心吐意。因为你今天在神祷告里面告诉我，因为大卫就是与你有这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你呢愿意呢为他呢真的来到去征战，以致呢一座一座很难攻破的城呢，你都可以呢让他呢轻易地得到。好吗？这一刻弟兄姊妹，你都去想一想，会不会这一刻你都有一个攻不可破 的城墙在你的里面？可能这个呢是你一路呢都很想突破的位置，可能呢这个呢也都是你一路呢很想呢去神呢为你去成就的一件事。好吗？这一刻呢你都用信心摆上，当我们愿意回转，当我们呢愿意呢去跟神呢这样去连结的时候，神说我要为你征战，并且就好似咧，大卫一样，你可以咧征战得胜，好冇？呢一刻你都将你呢一个嘅艰难，将你呢个你觉得好难去攻破嘅呢个嘅营垒，你就系交喺神嘅里面，让神为你征战。就好似第九节讲，大卫日战嘅兴盛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哋就要捉住神与我哋同在。为我们征战，我们将这个的艰难，将这个突破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我们来到宣告神是我们的好神，必定为我们征战到底。
天父爸爸，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将我哋咧生命里面咧最大最大嘅呢一个咧好难攻破嘅呢个咧城墙咧，我哋都交托喺你嘅手里面。可能咧有人系为着咧佢自己嘅家人信主，佢已经祷告咗好多年，佢咧觉得咧真系好难啊！但系咧神话你与佢同在，你必然咧要为佢咧征战到底。又或者有人咧喺一个咧自己一个健康一个疾病的当中，神啊，我愿你咧亲自嚟到扶持佢，亲自嚟到帮助佢，让佢咧将呢啲更大更难的事，我哋都交代喺你手里面。因为神啊，你与我哋同在，我哋宣告，当你与我哋同在的时候，你就赐俾我哋信心，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艰难，我哋必然睇到咧，神咧，你点样为我哋一个一个嘅城墙就系咁样打低咗，并且咧，让我哋可以咧同你同工，与你同行。接落嚟咧，我哋都好想咧嚟思想。今日咧，牧师又同我哋分享咧，要成为神国嘅勇士、大能嘅勇士咧，有几样嘅特质。好冇咧，我哋都嚟一路講嘅時候咧，我哋就嚟思想，我有冇呢份嘅特質咧？呢樣嘢我係咪要求神幫我咧？我係咪要加強嘅咧？我係咪都要踏出一步嘗試咧？佢咧分享咗三樣嘢，第一樣就係咧有一個守護莊稼嘅心，一個對靈魂有負擔嘅心。我哋呢一刻對靈魂有冇負擔，定係我哋漠不關心、好冷漠，信唔信主，唉，係佢嘅事啦，唉，唔關我事啦。定係還是，唉，我哋真係知道我哋周遭有啲未信主嘅人嘅時候，我哋好迫切為佢祈禱，甚至帶佢翻教會，甚至我哋會好主動分享見證嘅咧。呢個原來係神國勇士嘅其中第一個特質。第二個特質係我哋願意起嚟用生命影響生命，去建立門徒。講了很久了，我們新月六的日是一個小組長的教會，我們是否願意起來做小組長呢？原來這一份願意起來牧養的心，也都是神國勇士的特質。究竟我們還在猶豫什麼呢？還在擔心什麼呢？原來這個是神一次又一次來提醒我們要起來做的。第三樣呢，就是我們要來戰勝我們的恐懼，甚至呢是要為神願意擺上性命的心。我很記得成日張牧師都會講阿Dino就係，係啊，佢咧連命都不要㗎，去走土嗰時咧叫佢衝上去就衝啦，咁樣就殺啦，咁樣佢係一個咧真係願意願命都不要嘅，就為神擺上嘅一個嘅生命。我哋有冇咧？定係還是我哋都仍然好有保留？哎呀，神啊，你俾翻留翻啲時間俾我啦，留翻啲青春俾我啦，留翻啲錢俾我啦。我哋係咪同神計住嘅咧？定係還是？唔緊要啦，乜都豁出去啦，為咗神嘅國嘅，我乜嘢都得嘅，好唔好咧？呢一刻我哋就嚟為自己祈禱，好唔好啊？當我哋諗，究竟我哋係對靈魂，我哋有冇嗰一份嘅熱情啦？有冇嗰份嘅負擔啦？我哋有冇仍然喺牧養上邊起嚟滿分嘅時候，我哋會唔會仍然覺得，哎呀，我哋都好擔心，我驚我哋唔得啊，我冇信心啊？定係還是我對神原來仍然有好多嘅保留？我不是好像这些勇士一样是豁出去的，是可以将所有都给神。好不好呢？这一刻我们就为自己来祈祷，好不好？我们知道我们有缺乏的，仍然有信心软弱的，我们就来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你来提升我，你来帮助我，提升我。同神讲话，神啊，我都好希望成为勇士，主啊，再一次咧燃点我咧对人灵魂嗰份嘅热情，对你嘅庄稼嗰份嘅负担要喺我嘅里边，挪走我里边一切嘅冷漠，一切的恐惧。神啊，你来帮我们，让我们不再对自己有对神你有很多的保留。主啊，让我们能够见到真的为神你的国来打拼才是上好的，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福分。让我们经历与你同工的时候，那一份满足是超过地上所有一切的东西。
俾我哋见到，当我哋能够为神国嚟到打拼嘅时候，神啊，你嘅心喜悦嘅时候，我哋亦都得着嗰份嘅喜悦。主啊，你嚟帮助我哋，兴起我哋，用你嘅灵嚟感动我哋，攞走我哋里边好多觉得自己唔得，觉得自己仍然好多圣经唔识得嚟到去带门徒，唔识得嚟到去开小组，攞走我哋里边呢份嘅自卑。相信当你喺我哋里边嘅时候，我哋就能够为神作一番嘅事情。相信你喺我哋里边嘅时候，主我哋就能够做我哋原身唔能够做嘅事情。主啊，嚟帮助我哋，兴起我哋每一个成为你神国里边嘅勇士。最后咧，好唔好？我哋咧一齐嚟站立起身。其实咧，神拣得你哋入新锐六一一，我哋有大将军成为我哋嘅主任牧师咧。其实我哋已经冇得拣嘅啦，我哋就一定系呢一条大队啦，系咪？佢已经系大将军啦，系咪？我哋跟住佢嘅时候，我想问大家记唔记得我哋新锐六一一嘅异象经文咧？喺边度？喂，咁快出答案？我考 Gino 睇记唔得先？以赛亚书。唔係，新蕊啊，新蕊。Elsa， 唔緊要，弊啦，點算啦？唔緊要，有機會。大能嘅勇士，我哋連異象經文都唔記得，真係搞唔掂啊！係以賽亞書41:15-16，我哋咧淨係咧嚟到去宣告15。嗱，其實呢段經文嘅裏邊咧。已經就係講到，我哋係神國嘅器皿啊！我哋係新器具啊，係咪啊？我哋真係咧要將呢一個異象經文咧，要刻喺我哋心板嘅裏邊啦。我哋咧被呼召嚟到新約六一咧，其實神已經係揀選我哋要成為神國嘅器皿，神國嘅勇士啊！係啊，所以咧，可唔可以咧今日咧睇？我本諗住讀一次，睇你要讀三次，因為大家都唔記得。好，點解以賽亞書係二嘅？好，以賽亞書41:15，弊家伙啊！真係大件事。阿大將軍，你嚟睇嚟，你要嚟帶領我哋嚟宣告呢個異象經文先。好啊，係啊，我哋請我哋主任牧師一齊嚟帶領。我哋咧已經將呢個經文咧改做係神已使我成為有快子他人嘅新器具，我要將山嶺打到粉碎，好唔好咧？我哋一齊咧就跟住大將軍咧一齊嚟宣讀三次，預備，一、二、三。看啊！神已使我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我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纲领如同荒地。第二次，看啊！神已使我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我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纲领如同荒地。第三次。看啊！神已使我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我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纲领如同荒僻。阿门！感谢主。历代志下11:10，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当你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可能你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将大卫改成主耶稣呢？以下记录跟随主耶稣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我们要成为主的精兵，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成为主国度里面的勇士。我们有没有以生命影响生命呢？我们有没有对庄稼有所负担呢？我们有没有一个为神的国摆上生命的立志呢？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无畏无惧的心呢？最重要是在这个主耶稣勇士的名单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已经信主，已经跟从神，
但是在主耶稣勇士的名单里面，你的名字是不是已经在上面呢？有日我们要翻上去天家的时候，宣读的这一份的名单，是不是你的名字已经记在上面呢？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真的将意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起来回应，让我们跟上。主啊，让我们所摆上的，所投资的，在永恒国度的里面，让我们成为那个忠心勇敢帮助你建国得国的勇士。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今早神祷就到这里，愿主帮助大家，祝福大家， Amen。